三级高架准备桥修复完成以后，却因为政府为着安全考量，放弃原来较低桥面护栏，用临时性的铁栏当作护栏，唔那破坏高架原来的风貌，又客家伫准备桥面顶，总是感觉减少了一挂物件。看嘛，缺了一个味道，少了一个味道。嘿，嗯，什么样的味道？感觉讲迄个气温那又够不够出来呢？就是迄个过节的气氛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感觉讲行去遐，好像缺了一些景观。地方为此多处向管府文化局反映，文化局再去派人前往会勘。文化局表示，竹美桥边的北港溪桥因为设计不当，唔那妨害水流，也会造成溪水倒灌，冲刷竹美桥桥基。过去的经验嘛，拢因为安尼造成大水淹过桥面，冲害护栏，更危害到竹美桥的安全。施设铁栏当作临时性的护栏，嘛是不得已的做法。北港溪桥哦，它的新桥的桥墩哈，会遇到洪水的时候会积水往上面上游来，影响到古迹的桥面跟栏杆的问题哈，我们争取102年度的经费，哦，在配合着新桥的整修之后，我们文化局马上就会把这个石栏杆的部分哦恢复成原来的旧貌哈。文化局表示，北港溪桥将全面改建，恢复准备桥护栏原貌的工程，也配合进行改善。不过地方要求至少先降低铁栏的宽度。这个栏杆哦，就是讲哦，伊个超过悬啦。游客来到这吼，我们啊要翕啊，拢袂少这周遭这个景点吼，因为吼伫房啊里只无法度翕，上无你啊降一招来都已经都差足济啊，恁一般大人安尼吼来都拢伫咱的视线里，伫咱目睭视线里卡啊，不伊若要翕上要创啥物吼，就到都景点咱都翕会出来。地方的要求，文化局表示将交由各省乡公所研究先行改善。地方表示，竹美桥可贵的所在，就伫伊古迹的价值，甲周边秀丽山水风光，希望伫无影响安全的前提下，至少保留部分原汁原味的竹美桥风光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